拂去那个一月和三月的阴霾和那个疫情的影响，现在呢我们这边逐渐的已经开始正常化了。你看出门还是要戴口罩，但是呢空旷的地方你可以不戴了，像我们这样子。今天天气很热，都可以上那个短袖了，然后就出来坝上玩一下。这个是徐渊的那个闸口那个，你看笨蛋，因为这边是有一个那个自来水的那个抽取在这边。哦，这个航道开了，你看汉江，这就汉江小时候在的地方。看到那边船没有？之前一月和三月的时候是没有船在通行的，现在有了，你看慢慢的有了。行，我们下去吧。可以搞一个钓鱼啊什么之类的，走走看看还是非常好的。那个叫优米。优米吗？那个是那个啊，他一般来说他是来客串的，我觉得。我帮你取。对，可以戴着帽子，我操，不然就对，要不你勾到耳朵，就打个耳孔就好了。不要拍死。